说说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不紧张。嗯。先说说。会打架吗？打架？ 打书急诊室，打赢看守所，不好。不会打架，你怎么保护女朋友？会打官司，算不算？你这什么表情？这官司很难打吗？ 紧张吗？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们正在聊正事儿啊。我们正在聊正事。卢奈华，你时间也挺宝贵的，能不能不要在这瞎扯闲篇啊？对，我们聊正事吧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卢大壮，大律师。叔叔。 您别叫我什么大壮、大律师什么的，其实啊，我是小宝的大三届的同学，你就叫他小卢就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